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叶伦到了中国去访问的时候，特别警告中国说：“你不要把你过剩的产能倾销到全世界。如果你把你过剩的产能倾销到全世界，那对全世界来讲是一个灾难，美国绝对无法忍受。”而叶伦这样的一个警告不是嘴巴说说，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承受非常严重的苦果。我们看美国，这个是美国非常有名而且历史非常久的廉价商店99美分，它现在已经关门了，因为它就算怎么样的降价，它都不是中国的对手。99分对很多人来讲已经是非常便宜了，对不对？但是中国的基本价格可以到了39美分，可怕在哪里？我一个电钻机，这个电钻机，你看这个如果在台湾，你大概把500块起掉，没有，它只要卖150块。你看到三组的这个产值，三组产值你觉得多少？现在在美国来卖，它居然只要多少？它居然不到60元，你就可以买到了。所以这么廉价的进到了美国，让美国人觉得，哎，我的消费能力大增，消费能力大增了以后，他说不是年轻人喜欢买，大概是像我这样的60岁上下的人喜欢买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他现在已经侵蚀到了美国的所谓的消费的市场。所以各位老的，现在美国，现在中国是不是已经对美国发动了一场价格战争？而这一场的价格战争，它会破坏全世界的经济规模吗？好，在这一段里面，资深媒体人单厚之也加入我们的讨论。厚之，你好。大家好。好，So，之前叶伦跑到了中国去警告说，你这个过剩产能不要给我倾销到全世界。对，我想说你嘴巴讲那么紧张干什么？搞了半天，他最廉价的99美分的廉价商店居然倒了。现在刚刚讲的伊隆马斯克受不了了，全部跳楼塔拍卖。对，现在连苹果都受到影响了，所以现在中国这么庞大的产能往世界倾销，真的已经变成大海啸了。王姐，你不跟我做生意，但是我强迫你要接受我的产品。他现在中国的往外倾销之后，你看现在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一直不断的降价，苹果呢目前为止股价也在破底。但是其实呢，对美国人来讲啊，他们感受到什么？中国低价产品的这个销路之后，他们美国有一个非常 有名的店叫 Only 99 Cents 的这个99美分的这个公司，王姐知道？他们居然破产了，破产。对，而且破产为什么对美国人很重要呢？因为他有1.4万名的员工就这样不见了。好，1.4万名员工为什么不见了？因为他们被这个拼多多的 Temu 呢打得非常惨。拼多多 Temu 呢，宝姐，他们之前才进去中美国没多久的时间，居然就把99美分的店把它搞垮了，搞垮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市场它的威力真的非常强大，而且它的价格呢是美国的所有前所未见的破盘价。你是99美分，对不对？我是0.39美分美元，这样很低的价格，这样进来之后，等于是让你杀到，让你真的是，我们过去是讲嘛，只有地板价，它现在是地狱价都出现了，把美国的这个零售商打得非常惨的一个局面。所以你说现在美国对全世界发动了一场价格的战争，这个价格战争就是一个倾销战争，它要破坏所有的价格，把大家都拉到地狱去。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家这个是什么？99美分这家店，你看现在目前为止空无一人，什么店里面都没有人。但是你看反观，你看反这店哦，你看店里面来说商品堆积如山啊，然后在里面来说啊，就在打着你已经是99美分了，对，我还跳楼大拍卖，对，我还是卖不掉。对，因为什么？因为还有人比你更便宜，就这样。那你看，事实上很多东西都完全都没有人。好，我们来对比一下，它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厨艺商品呢、啊，它已经打了这个30% off 了，就是打7折这样子哦，然后非常多的这个东西哦。但是你看，你为什么美国人不去那边买？他们发现到说，我在 Temu 上面买的更便宜啊，为什么这样？我们给大家实际看一下，这美国人他们都有这个花圃，他们喜欢做园艺，对。你看这种钻洞机，钻洞机来说啊，宝姐，那想不到，这好歹也是电动，然后看起来也是要铜铁这样做起来，然后你还要装电池，这些看惯就这个，对，宝姐，他卖一台5.78美分。美元5.78来说，你乘以32来说的话，大概也是160块。160块，以美国的物价，美国一般美国厂商或是在美国商店卖的，至少这个价格都是大概是十倍或是5倍以上起跳。他就直接给你杀了5块多美元、啊。你说这个钻孔机？对啊，只要160块，5块多台币。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很喜欢的浇花，对，浇花这种强力喷枪，强力喷枪的话，你也要水管弄出来，对，它有这个200尺左右，然后它还有这个强力的这个喷枪，照理说应该也蛮贵，而且它有7种段数，看起来的话也蛮贵的、啊，还可以分7段，对，7段，有不同的这个强度，就没想到宝姐，你看它卖多少？它卖2.68美元。2.68美元，原本是9.29，他卖2.68。你看，像这个原本是44.95，他卖5.78，2.68美元。你如果乘以32，大概60块、70块。
70块买一个喷枪，70块有七个段数的这个喷枪，哎，你想，哎，这个太夸张了哈。那买这个，这是修剪这个花木用的这个修刀的这个状况。你看，原本来说的话，它这直接卖给一支1.57块美元。60块，60块左右。好，那是连这个小铲子来说，他还特别跟你说，我们是三个一组，原本卖20.39，现在卖你2.29，所以等于是那么便宜啊。所以在美国人呢，他们现在很多影片都是他自己到 Temu 上面买了一大堆之后，你看他就回家开箱，开箱开了一大堆，你看就是我们家里要做园艺用的这个东西啊，都好便宜啊。然后马上买回来之后一寄到。晚上就可以点灯，就把这个家里面的园艺都布置好了。对，专门有拍非常多是各式各样的影片，让你知道说，我天猫Temu 不只是便宜，而且就好用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是它的开箱的影片，我买了以后晚上就可以做灯饰了。对啊，那你想，那这个Temu 怎么那么厉害啊？宝姐，第一个，因为它是玩什么薄利多销，它就是量要大。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它这个价格其实是浮动的哦？为什么浮动呢？它其实用一种方法，就是说你只要越多人来买的话，这个价格会越降越低。所以呢，这有点这样，中国这一套呢，在中国怎么玩呢？它就是你啊，我譬如说，我觉得这个商品不错，我就揪刘宝姐你来买，然后再揪谁，然后他们就开始揪了一大堆之后，价格就往下降了，因为它就是用量嘛，你量越大，他把中国那一套拿到美国，然后你会自己拍影片 promo， 然后什么让它价格越低，所以它有社群的这个魔力啊，所以它价格为什么越降越低？因为太多人买，然后又拍一大堆影片，然后它的很简单，它的方式就是它都是中央管理，就是你呢，你只要厂商你给我商品就好，那你给我商品，我要保证你是相对低的这个价格哦，那你因为是我帮你弄，所以你不用什么运费啦，你不用什么广告费，因为我们一般平台上面都是卖家互相竞争，所以要花很多广告费，不用，他都是 Temu 自己来帮你做，他拍一大堆影片这样，然后他就把这个产品 promote 很低的价格，然后卖了非常多出去之后，很便宜的价格卖很多很多，那你也赚到钱啊。那 Temu 来说的话，他赚到很多的商机跟很多的流量啊。而且可把刚刚讲的，我现在从这个一般的家用商品，我现在连这个厨艺的园艺的商品我都卖。卖了以后，刚刚讲到，他现在全世界注意的是，他现在钢铁也全世界外销。是钢铁外销，全世界为什么注意到是？他钢铁外销的数额比美国一年需要的份额都还要来得多。对，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目前为止，中国的钢铁，宝姐知道，中国钢铁占全世界的产能5-6成左右，所以他等于是他一个人是比全世界产能都还要更多啊。所以呢，他现在开始为什么这个问题会被大家重视呢？因为美国对他课这个钢铁的这个税率，所以他在到美国的这个，你看这是到美国的进口额哦，是一直在下降喽，是负成长了，因为美国对他课高关税，但是有些国家没有对他课高关税，譬如说像越南啊、印度、土耳其或是巴西，他们就倒大霉了。你看、他们的今年的以来的这个成长幅度，你看每一个人都是成长80%的、60%，比比皆是啊。也就是他们卖到土耳其，卖到越南，完全激增啊！那等于是啊，他们现在你看，像现在巴西原本跟这个中国还不错啊，他们这个鲁拉同志上台之后，对中国还去中国讨好，还去示好哦。就现在巴西的钢铁就说，不行了。我们要对这个中国课25%的这个关税，各国都是这样，所以你就知道说，在中国廉价钢铁泛滥，对，引起了全球抵制了。对，不止这样，你看电动车也是一样，然后包括说像太阳能的东西，还有太阳能面板，还有什么风机一大堆，现在全世界都发起一个要抵制它的这个状况。风机，对，风机啊，我们讲风机，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国目前为止来说，他们的这个里面的风力发电啊，他们已经发到一个水准，没办法再往这个中国内部已经装差不多了，能装都装了。他们现在怎么办？往外卖，都生产那么多就往外卖。你说这个中国做的？对，风机，他们风机，你看，他们风机2023年的出口量就比前一年呢增加3倍左右，而且他们的价格在这一年里面下降了45%，所以就是说安装的这个目前为止每瓦大概2.15个这个2.15元，约莫是9.5块左右。所以中国风机的价格只有美国的1/5。对，那五分之一的时候，那当然把全世界的风机都打垮。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全世界的很多，你看美国来说的话，它安装是每瓦是43.78，你看我们讲中国是9.51，所以那就约莫是五分之一嘛。所以那不只是美国被打垮，欧洲被打垮，全世界都被打垮。甚至《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一个，你看原本呢这个欧盟法国有一家非常好的叫 Photowatt 这家。
太阳能公司，他们原本把它视为是未来法国要振兴这个太阳能产业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独角兽企业，也被打垮了。却没想到现在，不好意思，他准备要破产了，因为他目前为止，因为中国低价倾销太多了，它的价格比你便宜三分之一，只有你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现在95%的欧洲的太阳能面板全部都被他们牢牢掌握住，所以变成是这家公司呢，他最后还怎么办呢？他自己生产不出来，他还去跟中国买，买来之后挂上我们公司的品牌，所以他实际上就变成这样。所以这个 Photowatt 的这个工程师兼工会代表，他居然怎么讲？他说我们的人越来越少，对，我们根本已经没有熟练的工人，我们的车间只能一个一个接着关闭，我们连希望都没有了。他说我们根本不是中国人的对手，我们名存实亡。对，就连希望都没有。你就看原本他们的倾销这么可怕，原本因为它价格太便宜，太便宜让进来之后，而且它的品质也不会比你差、哦。中国太阳能面板的这个品质其实还算不错、哦，所以等于是说它的风机品质也不错、哦。所以这些产品来说，其实对全世界的杀伤力才是前所未见的大、啊。而且让大家最惊讶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现在已经无预警的把 Model 3给降价了，对，一个 Model 3只要104万。现在有人讲哦，现在 Model 3也就是特斯拉的所谓的特点，对，都没有了。而且那这个电动车市场真的完全被中国玩死的，而且他们也玩死自己。为什么这样讲？我看目前为止特斯拉它又降价了，它今年已经降非常多次了，它又把这个 Model Y、Model S 跟 Model X 全面降价$2000之后呢，它几乎现在旗下全部中国汽车再大砍价，每一款车再降1.4万人民币，然后约莫是6.3万台币。好，所以现在一台 Model 3在中国卖104万，然后我们在台湾要卖170万以上，所以它实际上价格差很多啊，对，差很多，而且你在中国104万，对，在台湾叫170万，对。结果现在怎么样呢？因为什么你要杀价？因为比亚迪跟着你杀，比亚迪跟着你看，比亚迪也开始了，他们原本定价是7.98万的这个产品呢，你看这个荣擎的 Plus， 还有这个驱逐舰的05的荣耀版，原本定价7万多，它分别降2万和2.2万，7万多降2万，这价格你也降太多了吧？对。所以就是因为它这样砍的时候。而今天晚上的这个美国的盘后的时候，特斯拉公布财报，大家对他今年的财报完全都看得很衰啊，就是说你的毛利啊，你的交车完全都很惨。所以呢，我跟他讲一个，所以说你只要进到中国，对，你所有的利润都没了。我跟他讲，为什么我说是杀死所有人？我跟他讲，我为他找出这个所有的股价，这是特斯拉股价。你看特斯拉最高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275，现在跌到142。他现在已经啊，美国前20大都快要排不上了，已经跌到这样程度。那你知道那中国会很好吗？没有，中国理想，他最高的时候也来到这个约莫是40-50块，他现在跌到25块，他也是在杀，大家一起杀。你看，这是大家一起杀，这是小鹏也是杀，然后这是这个所谓未来也是杀，连比亚迪也是杀。所以现在是，所以中国都搞得损人不利己。所以现在是大家一起死，不是有一个人好哦，是大家一起死哦，大家一起在往下坠落哦，就变成是没有赢家的战争。所以这一场战争来说，你想的没有赢家的战争，特斯拉也觉得莫名其妙，我为什么会杀成这个样子？比亚迪也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们要杀成这个样子？现在大家都在做心酸的。那你想，小鹏未来就是卖一台赔一台卖，但是他们还继续在卖。所以大家这个特斯拉离不开这个漩涡吗？没，这离不开，因为他们的产能太大。就算特斯拉你离开，好，你说啊，我不要这个离开中国，我不要这个省，没办法，他们会往海外生产啊，海外生产又跟你互相对抗。所以我为什么说欧盟、美国他们会对中国的电动车会一定会有关税？就是你再不阻止的话，而且这个法国那一家做 Photowatt 的这个产具，搞不好未来我们会在特斯拉里面看到。那不是只有这样，还有什么手机啊？我们不是说吗？手机目前为止来说，连苹果都受不了了。苹果最近一段时间，它在中国的市占率节节败退。人家就有人说啊，你应该啊这个推出一个所谓低价版去中国反攻啊。但你看，尊贵如苹果，它都要卖高价，你觉得它会吹低价吗？不会啊。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苹果库克也这个讨个莫雷修啊。今年呢，在美国的这个所谓我们知道过去的所谓七雄里面，最惨的就是苹果跟特斯拉。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也没有看到真正能够触底的机会啊。好，宇轩，刚才讲，现在在 TikTok 里面有很多的青少年讲，千万不要让你们的这个爸爸妈妈接触到这个 Temo， 因为他们真的太便宜了。然后呢，现在最忠实的客户就是我手上有一点钱，但我又不是很有钱，但我看到这些商品，
我就觉得我是有钱人了。宝哥，美国有一句谚语叫做通往地狱的道路总是充满着善意，而 Temo 就是这个最好的例子。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各位，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中国倾销，但你要知道一个概念哦，如果你穷人买便宜的东西哦，那个各位他还是觉得自己穷人。但宝杰哥，你知道 Temo 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吗？他让穷人在消费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像是 billionaire， 像是亿万富翁。来，刚讲这个刮胡刀，你在台湾买个刮胡刀，你总是要上千元吧？没有，1.1，只要30块。哎，对，32块美金。各位，刮胡刀32块美金，但你仔细32块台币。哎，对，32块台币。你仔细看那个刮胡刀，你有觉得很阳春吗？没有，哎，它又镀金的，那整个外形感觉还特别的漂亮。而且再来，保留员看旁边的剃头刀，他呢卖的说，哎，宇轩这比较贵，130块。开什么玩笑，剃头刀是专业用品嘞。他还给你展示说什么，不是价格便宜。来，各位，你看到？撸下去就没有，撸下去就没有，撸下去就没有，清洁溜溜，干干净净，而且你看哦，完全的这个一笔刻画，哇，看起来好好用，好心动哦！这个根本就放在抖音上面，都会变成疗愈系短影音、疗愈系影片。你说这个只要120元，所以120元台币。所以各位啊，我就讲了，它不只是商品便宜而已，重点是什么？它会让你感受到这个商品又好用，而且你看还拍了这种长辈看了最会开心、最会喜欢，连年轻人看到我如果滑抖音，我都会忍不住停留下来多看几秒，我都想买了，对，很疗愈的影片。所以各位，你就知道它的魔力在哪里吗？宝杰哥，不只是如此，它还有120块，它有另类行销，120块你觉得很便宜，你现在犹豫了对不对？没关系，我跟你讲，我24小时之内卖了2500个，而且最后只剩下10个了，你还不买吗？再不买就没有了，再不买就会清空了。所以他推讲。我24小时卖了2500，再买没有了。对，而且总计销量高达10万个。你看如此热销产品，你还不赶快下定？后来动不掉七瑞啊，反正才100多块而已，买回来就算不好用，我也是随随便便。而且各位，相关的产品非常非常多，成千上万。为什么？还有啦，你看隔壁有卖什么？24小时卖936个，这个是卖什么的？这个叫做太阳能充电板。坦白讲，各位，你如果第一时间直观看了，你会觉得太阳能充电板有什么用？我用行动电源就好了。反正他也不管，反正总之好便宜哦，一个才250块台币，一个才200块台币。而且你看，哇，真的太阳晒下去，本来没充电，这个只要200块。对，马上就充电下去了。各位，但我坦白讲，你可能没有忽略到，当你下定的时候，你要思考一下。太阳能充电，一般现在手机耗电这么大，它是能够用多少电？俺不管了，反正给它买下去就对了。回来用不好用，我就把它丢在仓库里面就好了。与此同时，你看啊，他还卖，反正才200块，反正才200块，还卖了给你爱的小手，爱的小手这个就便宜多了。为什么？爱的小手一样是200块。你说这个魔术小手，各位啊，你去看那种公园阿伯哦，这边清垃圾哦，清草皮的，通常都拿这支，但他把它美化的特别厉害，他还拍这个精美影片跟你讲说，你是不是厨房常常的很多缝隙？哇，想拿到长辈这个腰酸背痛的哦，伸下去等一下腰闪到，没关系，你只要买了我们这个魔术小手，任何的缝隙只要伸进去，通通都可以。这也是200块，都可以拿得到，而且还用家庭主妇最爱说什么？说这种水果刨丝机，还跟你讲1.6折哦。非常便宜哦，只要1.6折，一样能八块的后，他就把各种的蔬果，反正只要撸下去，只要弄下去，通通都非常轻巧的，都可以弄出很漂亮的这种水果啊、丝瓜、菜瓜形状。你说就这个东西？对，你看啊，它每而且保留跟切菜机，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一个重点？它这个每一个影片都拍得非常精美，哎，它虽然一个东西卖你200块，一个东西卖你100块，它有没有广告跟你马虎？通通没有，所以长辈看了就说，哇，这个东西真的是好用，这个也只要200块，对，这个也只要200块，而且不只是如此，各位啊，它还有那种以挂式、被挂式，有没有？你看到说，哇，宇轩这什么东西？只要不管你是什么样再阳春的车款，挂上去之后，保证让你的车子后座的乘客都能体验到头等舱等级的感受。所以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第一个，它上面这个背板可以挂下来，挂下来之后有没有像是头等舱你要用餐吃飞机餐的时候那个样子？而且下面还可以装水壶，装什么？还跟你讲，已经卖了60000个哦，你再不买，剩最后一个哦，立刻赶快下定。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宝利哥就讲啊。这个都是便宜的东西啊，这小东西这有什么大不了？你错了，为什么？因为他连贵的东西都卖。各位，我们最常开车哦，除了我们讲这种背挂式，你知道用到什么？宝杰哥，什么？吸尘器，因为车厂是不是很脏嘛？我们总不可能每次都跑到洗车厂去弄。他讲，各位，你现在看到这个吸尘器，哇，什么东西碰到就吸，碰到就吸，沟槽全部马上清洁溜溜，长得还有点像低排的这种高级的吸尘器，你知道要多少钱吗？多少钱？对，我跟你讲，很便宜，一样200多块就两百。这个高级吸尘器一样跟你讲200块，而且你有没有仔细看上面跟你讲是什么？它是 last one, only one left。
只剩下最后一个，你买不买？我看了、啊，我不管了、啊，反正我就是要给它买下去了，太实用了。而且跟你讲，24小时里面卖了1600个，除了这个高阶吸尘机之外，还有什么？无人机都给你卖，无人机，对，无人机还跟你讲说一台多少钱，一台我哇贵啦，300块、400块就好啦。而且这个无人机，你以为它是阳春？没有，他跟你讲有前镜头，有还有底部，它的肚子也有一个镜头。你看这个影片多么像什么抖音热门热搜影片拍的，这个多酷炫多精美。你不讲，我还有一台4000块，我都觉得可以接受。他就跟你讲，而且是高清的镜头。你知道现在在美国呢，为什么这些父母都会爱上这个邪教？因为他们讲说，这个父母已经风靡这个 Tamil， 已经风靡到没有道理了。他们就列举了非常多的故事，因为很多这种年轻的好朋友，反而是在抖音上跟大家求援说，不对，我的父母现在迷上 Tamil 太可怕了。他说有一个妈妈更厉害，说这个妈妈做什么？他说呢 Tamil 呢有卖这种太阳眼镜，对，一个只卖在3块钱美金。就这个、啊，哎、欸，对，这个太阳眼镜，哎、欸，对，就他，对，3块美金，哎，他说你要嘲笑我很怂啦，都没有关系啊，因为我在上面我买东西，我就觉得我像亿万富翁、啊，不到100块，啊、欸，对啊，不到100块，就等于他更聪明，宝就等于他干什么事情吗？他把他喝康倒小宝拿去转卖他的邻居，因为他有些邻居那种60、70岁的那种阿姨啊、阿伯啊，没有用 Tam， 所以他就一直卖他们多少钱，你知道吗？卖15块钱。他 Tam 上买3块钱，5倍价差去卖15块钱，通通卖给人家，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有一个就很凄惨了，宝杰哥，有一个19岁的女儿就说：“不对，我要拯救我的妈妈。”他说：“怎么会这样讲？”他说：“我妈妈买了57个铲子。”宝杰哥，我问一下，你买57个铲子，你要干嘛？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你管他干嘛？因为一个只要0.03块，0.03块，就1块钱台币，你买不买？你买不买？一个铲子1块钱，哎、欸，1块钱台币，那当然买嘛，我管他的，反正我买了，我就觉得很爽，我铲子大富翁。我家里摆满铲子要做，因为我各位，我还再三确认，所以他到底买这个铲子要干嘛？后来我发现我思考错误了。管他要干嘛，反正一个才1块钱，谁不买？要不是你，你买吗？当然都买。他说我妈妈这个真的是这个已经中毒太深了，把铲子全部放在花园里面，也不知道57个要干嘛。而且各位不只是如此，甚至是呢有一些那种爸爸，你知道吗？就很爱很有爱心，因为他是这种 Tam 粉，就每天不断刷 Tam， 然后跟他女儿讲，我有珠宝，你要不要？我有很漂亮的首饰，你要不要？那问题是都很怂啊，因为他后来回到家之后还发现很可怕。家里明明是美国人哦，挂了一堆什么龙的图腾、啊，龙的图腾、大红色的吊饰啊，然后这个珠宝珠光宝气，看到他假的，反正一个才几十块，他爸爸就说：“啊，你不盖，我的蛋掉的，我不要进啊。”而且不只是如此，甚至有人的女儿因为长期在外啊，结果有一天回到家说：“不行，我妈妈变成天母魔术师。”为什么变天母魔术师？因为他发现他整个房间变成粉红色。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天母呢？是我这个年纪60岁啊，怂够了。这个小女孩她说她受不了了，她回到家里，她的窗帘变这个样子，对，而且她整个房间都装饰成这样子。这最可怕的是什么？上面还写着，她说 M 掉哎，我回到家里就我房间，我看到一个大字写 Hi Gorgeous， 就说 Hello 漂亮宝贝，吓死人！为什么我爸妈要买这东西给我？我不要，吓死人！而她想说，哎，一个才多少钱？哇，各位，你以为这个窗帘，你以为这个挂布很贵吗？没有，一样240块台币，而且200块，哎，200块，而且宝玲，你看右下角那个更可怕，你知道那个亮晶晶的那是什么东西吗？这个比较贵哦，这个你知道多少钱？这个要900块，但它是霓虹灯，很酷炫，炫彩，我都不知道这个要摆在哪里面，所以你知道美国家长为什么这么风靡？甚至有人讲，哎，我爸是这种退休公务员，平常的购物晚上都不算。他都说这个东西都骗人的，没有想到连我爸都变成 Tam 粉。我跟你讲，这个状况真的很严重。但你说除了这个商品，除了这个宣传影片，除了这个东西有骂吸金之外，为什么能让他们如此着迷？因为你点进去 Tam 之后，你就中毒了，你就进到一个网络游戏。他一开始你看，我赠送你200块，哇，还有转盘，好有趣哦，哇，马上领到相关的消费券，而且每一个产品都会跟你讲说限时抢购，折扣2个小时，不然就说只剩下一个，快卖完了。用这种玩游戏互动，而且越买越多，越买越便宜，好康到手不？越买大放送的方式，所以让所有美国的家长全部都深陷在 Tam 的泥脑里面。好，是哦，你之前讲过，哎。叶伦算是现在的政府里面比较轻松的，连叶伦都受不了。哎，你想想，你对于50、60岁的人，你给我搞个 Tam， 你给我搞这个跳楼大拍卖，让他觉得我是亿万富翁，可以随便乱买。你对于青少年，给我搞个 TikTok， 也是给他洗脑。你等于说是大举入侵到我大美国，我无法忍受。好，你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就算了，哎，反正如果我商业行为我比不过你，我认嘛，不是。他根本就是欺商权，照讲欺商权应该是商人1000自损800，他不是，对，商人800自损1000，对，我即使商人800自损1000，我要干，哎，
你明明自己内部，你国中国的经济已经烂到爆了，你不去解决，不去提升你的品质，你到处去抄袭，你的小米根本跟 Porsche 一样，然后呢，你再个全球给我倾销。对，没错，实际上这个叫他们的卷，卷得非常厉害，他们不是内卷。他现在往外卷，往外卷，而且他现在是怎样卷到呢？我自己死也没关系，我要拖着你。你看一下特斯拉跟那些小米那些所谓，跟那个小鹏那些未来，他们现在杀了怎么样？杀了就是没有天日啊，未来的，大家都杀来杀去，然后小米还跳进来，所以你说是撒娇会停止吗？不会，当然不会停止。所以伊隆马斯克的麻烦真的相当大嘛。好，那除了这个之外，那我们要说啊，那不是中国真的杀得非常厉害，杀到什么？连他们首富现在都受不了了。首富王健林来说，他之前呢曾经说，我永远不会放弃我们集团里面，特别是购物中心，这是我们集团的核心。可没想到最近没办法啦，他最近在这个4月9号的时候就说，我把这个北京万达广场实业有限公司，就是这个大卖场呢，我把它卖掉了，把它卖掉约莫是多少？卖100亿人民币，约莫折合现在币是446亿左右，是吧？把它卖掉了，这是很大。你看这万达广场，宝姐你自己看，人这么小，他这个万达广场是相当大的一个广场，你看这么恢宏的这个气势，连他们的总部都卖了，所以就说他现在呢，万达已经撑不住了。宝姐，那他不是只有卖他总部哦，他还卖什么？他从去年到现在为止来说，他也卖了600多亿人民币，把很多暗场全部都卖光光。所以就说他目前万达现在是在自己的国内跳楼大拍卖。对，好，那他是怎样呢？他原本呢，在一年之前呢，他的身家还有1000多亿，那结果没想到他现在跌到只有300多亿而已啊，也就跌了72%，就市值蒸发没那么多。而且那万达还是相对比较好咯，你要看其他的也是很惨，所以才说中国好像自己在杀来杀去，杀到你看中国的这个房地产也是一样，杀到大家完全都不见天日。现在中国就是杀了一塌糊涂的这个状况。那为什么 Tami 这个所谓 Tami 又跑到海外去吗？因为中国现在也是杀得很惨啊，在中国更惨，现在阿里巴巴什么都被 Temu 拖下来了，那 Temu 怎么办？他往外去杀，所以才说现在整个这个杀盘的力道往海外去，而且他杀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中国才刚公布第一季的这个经济成长率，他们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是 5.3， 然后就说是我们武汉这个所谓新冠肺炎以来最好的数据啊，但是 5.3 的宝杰道，全世界没有人相信这个数字。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数字？因为第一个，你中国没有好的东西啊。第一个，我们重要是房地产哦，房地产产业占中国的经济成长率的20%啊，就它第一季的房地产开发商投资下降10%，然后呢，地方债的话是负债，就地方没有钱去投资啊，那你这个怎么增速会有9%？这个投资的增速是9%，这从哪里来？大家不知道，所以你知道现在中国已经卷到什么程度？卷到大家完全都非常惨。那我们就讲嘛，中国消费差，不是你可以看几个状况。中国第一季里面来说，有46万家的餐饮企业倒闭，所以46万家，那你照理说经济成长率好，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那倒什么？而且餐饮最能够反映的民间消费了。对啊，你看我们今年第一季来说，我们餐饮还不错啊，所以表示我们经济成长率还可以。但他们明明消费很差，那你哪来的经济成长率？你看这种虎头局的这个渣打饼行啦，然后默默点心局啦，然后还有我们台湾人去香不旗下的那个趁热探修啦，他也是倒了很多一大堆，全部都要什么饮料店倒了一大堆哦，所以倒了非常惨。那倒了非常惨之后，你就知道他们现在出了一个什么？他们现在年轻人开始在网络上在说，我们要一个穷鬼套餐。什么叫穷鬼套餐？对，穷鬼套餐就是说他们现在去找那个早餐吃什么最便宜，然后中餐吃什么最便宜，然后晚餐吃什么最便宜。所以他们在网络上有一个穷鬼套餐是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他们有时候所谓3块钱你可以吃这个自助早餐，可能就是粥啦一些小菜这样子，3块钱。好，那中餐是吃什么？是肯德基有19.9块的这个套餐，然后你看下午茶是喝一杯9.9块的这个咖啡提神，然后晚餐去 7-Eleven 抢购这个10块钱的这个面食套餐，然后8点半以后去盒马鲜生的去抢这个所谓打折商品，就是变成上面的穷鬼套餐，就是他们都会找当时段最便宜的这样。什么时候中国民众变成这样？以前不是都说哇砸大钱去海外消费啦，然后去买什么黄金一大堆，震撼全世界。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中国民众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对，好，所以董事长叶伦跑到中国去警告说，你这个东西不要跟我倾销到全世界。我当时就是一句话。后来我看到这个美国的财经媒体的报道，才知道中国的商品已经大举入侵了。什么叫做黄货？你知道黄货，现在知道真正的黄货是这样子。我先讲个小故事啊，他们比较犹太人跟中国人，就犹太人看到，比如有一个人啊，在那个高速公路旁边，或者那个公路旁边，
开一个这个加油站赚钱。那第二个犹太人看到会是干什么？就是哎，这个赚钱很好，刘宝杰开一家五子家去了怎么办？我就开个咖啡厅嘛，因为你有客源给我。对。那第三个人看到黄世聪应该要咖啡厅赚钱啊，那我就开个 motel 可不可以啊？就一直涨啊，整个就开始建立成行成市，建一个 chain， 一个互相这个资源的一个系统出来。那中国人怎么干呢？你第一个加油站该赚钱，对不对？我第二个刘老师赚，我去干什么？再盖加油站。我再盖个加油站。黄世聪干了什么？第三家又干，那就第四家又干的一大票人都干加油站。就他死在这里，不会死，所以干嘛？先干嘛？先杀价。先杀价再讲，知道吗？不会死的，他先杀价。那国内杀完怎么办呢？杀到美国嘛。所以我现在讲这个拼多多这个故事 ，Temu 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了、啊。Temu 这个就是刚好在阿里巴巴倒霉的时候兴起来的，他的做法跟别家不一样。你不要看他这么简单，他很困难经营的，他后面的 know how 很困难的。他是靠什么？他就是靠以前像这个电视购物的概念一样，他就有一个人在那边卖东西，他有人在推销的，他有 demo， 他有展示的，所以他每一个产品哦，他不是在挂在那边静态卖，不是的，他介绍给你听。然后他告诉你，跟你喊话，你看我验2500个了、哦，对不对？然后他就卖那个钻土机，钻给你看，钻给你看，然后使用给你看，那个剃头刀剃给你看，那个片子谁拍？那个拍后面很大的那个制作，我们都做电视的嘛，要很大的 production team 啊。那个店，而且他每天都干，每天都有，他每天都有新产品，每个商品都有，他每天都有产品啊，对不对？他天天都推出不同的广告啊，他不是广告，他就是产品展示的影片，一天拍了几千个影片拍出来，那个量多大？那个比电视台还大，他一年营业额上千亿人民币耶，不开玩笑，好几千亿耶，那个要多少产品？很简单，他的产品就是很简单，你美国这个商店有的，对不对？对，我一定有，那我一定是你的半价。你有我一定有，你第一个有了他东西绝对不缺，第二个他一定比你全世界最便宜。可是人家讲啊，然后你听我讲，那对你讲没有错啊。对啊，杀头生意有人做啊，赔钱生意没人做啊。他厉害的很，他厉害。第一个，他有中国供应链，是国内的，对不对？拼多多是什么公司？拼多多主要市场在哪里？在中国不是吗？在中国嘛，他在中国赚钱，到美国赔嘛，他有补贴政策，他哪那么厉害？他这边赚了到那边去赔钱啊，所以他有中国市场的补贴政策，在第一个补你，然后第二个更狠的是吧，他的股票在哪里上市啊？在美国上市。在美国上市，那我问你，股票的溢价是什么？价钱？溢价的意思就是我们的 PE 值嘛，溢价，比如我现在10块面额，我卖50块嘛，溢价是不是40块嘛？40块就算归40块归谁的？股东的。归公司的，不是归公司的，因为我的股东卖出来的那个叫溢价差嘛。溢价差归公司的，公司的钱拿来干什么？来赔啊！但你美国人买了我的股票贵，对不对？我就在赔钱杀给你。美国人自己买的拼多多的高价的股票，美国现在总共有1.53亿的用户，哎，他买了拼多多价钱买了便宜货，对不对？然后又买了这边华尔街买了他高价股票，啊，股价这个差价进到公司，他把它变成以行销费用就干出去了嘛。所以他妈你怎么搞？你用猎头不把猎表，你想？他用猎头，对，简单道理啊。所以他然后第三个，政府有没有补贴我们不知道啊，但最后他是跟工厂直接要货。还有一个更厉害是干啥？你们他通通是 copy 的盗版，成本最低。你美国刚刚研发出来了，研发出来在中国要找代工啊？找谁代工？工厂代工。找工厂在哪里？中国。在中国，中国还在那边研发，还在那边打样的时候，他已经卖了。哈哈哈！他把你搞死你啊！美国好不容易我在纽约设计的一套工具，对，或者是一套衣服或什么东西，不管它，刚刚设计出来，名牌设计师要请我们这个请玉峰的工厂代工，玉峰还在打样，我这边把样本拿出我就干了。你根本还没开始卖，我就已经在网上了。就像小米的汽车直接把 Porsche 拿来仿造了。那好了，你怎么办？你告我嘛！所以他每天吃官司啊，他吃官司，他不怕、啊，你告就告，没有换人家算了吧。因为那个样品，你最后他在哪里告？在中国告。对，在中国告，中国的法官判罪啊，他怎么判？你知不知道？怎么判？欸、样品一个多少钱？样品一个多少钱？我问你嘛，样品10000块，好不好？赔10000块，赔10000，他就昏倒了嘛。他没有什么他的专利权，所以他是天罗地网的跟你干，你知道吗？
最重要的是它是盗版 copy， 然后快速生产新产品、新花样，然后打折拼价钱，然后只要你有高价，你有产品，我就一定比你便宜。那不是把全世界制造业都搞死了吗？这叫做经济统战，这根本不是没人跟你客气啊！你说那叫什么？经济统战？当然是，这是这就战争啊！这不是血淋淋的战争。你就开始失业了，你就挂了啊！以后你就开始4000人没了。不，然后你开始以后你用谁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依赖我了嘛？所以德国现在就为什么他们现在讲要 de-risking 嘛，要去风险化，什么意思？供应链全是你的，我没有，我脱离不了美国，脱离不了老共啊！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